家人们，点点直播间下方的小风车啊，给主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主播下了直播联系大家，好不好啊？咱们聊一聊啊、哦。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。没有点赞，点赞，家人们。像我们这边的车型啊，像我们这边的车型给到大家的价格呢，都是很优惠的一个价格。如果说您觉得我这样的价格给您报的不优惠了，您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删除拉黑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既然您想了解车，您一定要想要知道价格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想要了解什么车型，打在屏幕上就可以了啊！想要了解什么车型，打在屏幕上就可以了。我这边所有的车型、所有的价格、所有的配置都可以发给大家。来，家人们，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。啊，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，点进来，点进来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，宝贝，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。没有点关注，咱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。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主播怎么鞋都脱了，累呀，因为累呀，所以就脱了呀。没有点关注，咱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。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啊，一滴。快了，快了！加班不能走，把你的飞度卖了换这个吧。我卖了，我还得每个月贷款呢，我还不起贷款。我每个月我都不发工资，我怎么还贷款啊？开这个多飒！我认为的飒就是没有债务一身轻的时候最飒了。我没有哭，哎呦喂，我没有哭，就是有。这个腿儿怎么感觉长了？没长啊，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。这个丝儿咋还露个脚趾头啊？哦，那咋？没有吃饭呢，早起喝了碗粥，吃了个鸡蛋，到现在了，没吃饭呢。一般中午不吃饭，再吃就是到晚上了。哦，对，减肥。我在你附近一起吃个饭吧，哼，不可能的，家人。你就别说在我附近了，你就是在我对面，我也不可能给你吃个饭的，因为这个天太热了，因为这个天太热了。我给你点赞啊，点啊，点到3000赞睡觉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宝贝儿，我马上下直播了，我到1点就下直播了，不用点赞哦，歇会儿吧，想睡觉现在去睡吧。想睡觉，现在就去睡吧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家人。一朝相思，百日思，好家伙，
没有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上啊，家人们。没有点赞、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家人们。好吧，咱直播间下方有一个四色的旋转小风车，所有的价格问题啊都在这里边。点进来，点进来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我这边所有的报价单可以给到大家的，好不好？所有的报价单立即预约就可以了啊，立即预约，点击授权，好吧？我这边给大家把这个报价单发送给大家啊，把报价单给大家。影子对暗号，什么暗号啊？下午还播吗？播啊，下午四点哦，下午四点咱们就是说准时的啊，不见不散，家人，好吧？准时的不见不散。皮带沾碘伏，一边打一边消毒。边打边消毒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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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嗨呀，我经常不就这样吗？我经常不都这样吗？我天天这样。打个电话啊，咱现在有点吃醉了，咱现在就想吃这一口，咋整啊？我的九五成绝版了，九五什么意思？还有九五的这个车吗？九加九十五号的汽油的吗？咱不到啊，九五，咱不到啊，不知道你啥意思啊？嗯啊，穿个长裤也行，平坐空间也宽吧，很宽的，家人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很宽的，你看一下啊，你看一下，我现在在的位置是头的位置，你看一下，它离那还有好远呢。离那还有好远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空间，对不对？这个空间还有好远呢，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车的一个空间大小，这个空车的空间大小就是说它属于魔术空间，宝贝。因为你看一下我这台车，它正常的座椅是这样的，然后呢它撂平以后就是这样的，家人，它撂平以后就是这样的，撂平以后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这台车整车车长4785，车宽2006，车的轴距2.8米，家人们，2.8米很够了啊，很够大家用了，宝贝，很够大家用了啊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宝贝，欢迎大家。说什么来着？挺好，对，挺好啊！咱直播间下方的风车留一留，宝贝，留一留，走一走啊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这边的报价单啊，或者是我们的配置啊，或者是我们的优惠啊，都可以给到大家的啊。都可以给到大家的，好吧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咱们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一定要给主播点关注。您可以不买车，咱们可以聊聊天嘛，对不对？咱们可以在无聊的时候看会儿我的直播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聊会儿天也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宝。没有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，怎么展示啊？那我们俯播去前排吧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扶手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扶手啊，我们的扶手的话就是在这儿。家人们，就是在这儿啊，就是在这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这儿，就是在这儿扶手。但是你得坐到前排，宝贝，你得坐在前排。这个扶手的话，就是主驾驶一个，副驾驶一个，好吧？就是在这儿呢啊，宝贝，就是在这儿呢啊，别的没事了，好吧？没有点关注，咱点点关注啊。没有点赞，点赞，你跳个舞吧。嗯，我跳舞跳的一般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我跳舞跳的一般，我跳舞跳的一般。没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点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为什么叫？我刚才说了，这个呢，是因为它这台车属于越野的性能啊，它属于越野，属于越野的话呢，它就比如说它来回开车的话，走这种泥泞路段是吧？它这个扶手是保证大家安全用的。大家都知道安全驾驶、文明驾驶，对不对啊？是保证安全用的。那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抓上扶手，扶稳坐好，对不对，宝贝啊？扶稳坐好。没有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点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扶之前必须要你看。你看那女生受到惊吓的时候，那肯定会啊吓死了，肯定会这样，对不对啊？肯定会这样的，所以说就这样了吧。
这个事情不要传啊，一传二，二传三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主要主播也不也，主播也不也，这个我就不能给你说了啊。后排空间感觉挺窄的，来，我往这边坐啊，我往这边移一下，它一点都不窄，家人啊。我把这个座椅再给你打开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是我们纯平的一个空间，这是座椅放平的样子啊。我把这个座椅打开，打开啊。放平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正常的座椅啊，家人们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腿部空间来源，没关系，来一拳、两拳、三拳，三拳多啊，三拳有余，包括咱们这边是不是啊，都是很充足的啊，很充足的。我是正常的，就是以很舒服的一个状态躺，就是坐在这边的，包括我们的头部空间很充足的啊，宝贝，很充足的。还有就是说，咱们这边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出风口的，后排是有独立出风口的，家人。是有独立出风口的啊，是有独立出风口的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给主播点点关注。后排的空间一点都不小，宝贝，后排的空间一点都不小，看您怎么用了，看您怎么用了，是不是，宝贝？如果说我给大家情景再现一下，宝贝，我给大家情景再现一下，如果说咱们这台车，您开着车去自驾游，走高速，跑草原。主驾驶一个人，副驾驶一个人，咱们可以把后排的空间撂平。啊，后排的空间撂平，你们可以跑长途的时候在车上稍作休息，往这一躺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家人，往这一躺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咱们直播间500多个朋友，是不是500多个朋友，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，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。叫什么，可以有其他用处吗？叫什么，就看能在水里跑吗？这台车它的离地间隙700毫米，宝贝，700毫米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700毫米的一个离地间隙啊，离地间隙，你觉得它能不能在水里边跑啊，家人啊，你觉得它能不能在水里边跑啊，是不是吧？没有点关注的，咱把关注给主播点上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来给主播看看啊，来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，只要点了下方小风车，主播亲自跟大家联系。主播亲自跟大家联系，来点点直播间的头像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们回家住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，能扎猛子吗？你过来，来你过来，来让我扇你一巴掌，让我扇你一巴掌，能扎猛子吧，能扎猛子吧，能扎猛子吧，你说能扎猛子吧，你那车能扎猛子吧，一天天的光说那个话，这个车不要发动机，不要方向盘，多少钱买？滚！生气了啊！生气了啊！这台车你必须要发动机，必须要变速箱，必须要方向盘。这台车啊，我们给到大家整车终身质保的一个保障，好不好，宝贝？还有就是我们这台车它的车身啊，来给大家看一看，我们这台车的车身，全车身超过80%的一个高强度钢拢式的一个车身啊，吧？高强度钢拢式的一个车身，无论它是从外观还是从内在，我们都给大家一个很这个的保障啊，宝贝，很这个的保障，好吧？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把关注点点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那个开这个车能撞岳父岳母吗？咋不撞你爹妈呀？全拢钢拢式车身啊，宝，钢拢式车身啊，宝贝，钢拢式车身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这个裙子是非穿不可吗？那不穿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还能看得着我吗？啊，那不穿你们现在还能看得着我吗？咱就是说做人留一线，是不是，宝贝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们不能今天看着我，明天不想看着我了吧，对不对，家人啊？欢迎大家，我这台车啊，家人们，我这台车是截图旅行者奇瑞旗下的，宝宝，奇瑞旗下，奇瑞生产，奇瑞造，捷豹路虎一家店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和捷豹路虎一家店啊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买了可以和小什么去一起去旅游吗？把你脸给你挖烂，把你脸给你挠烂啊，做个小指甲给你脸给你挠烂。没有点关注咱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
奇瑞奇瑞天天修车，不是那回事，不是那回事，宝贝，那个是之前就是说说奇瑞他没有自己的一个售后，他是和其他牌子的售后是一起的，所以说他就那个什么了啊。看看前脸，看看前脸，可以看看前脸啊，宝贝，可以看看前脸。我想去影奇瑞他的质量，社会在进步，时代在进步，奇瑞它不可能不进步。如果说它不进步，它只能会被社会时代而淘汰。你想吧，它一直在源源不断的往外研究新车，就证明它的技术是可以的。奇瑞自主研发的鲲鹏动力发动机用在捷豹、用在路虎车上一点问题没有，家人你想一想。而且这台车我们送给大家三大件一个终身质保，你在害怕什么？十几万的车买到这样的一个终身质保，难道还不放心吗？啊，难道还不放心吗，宝贝？好吧，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啊，买车我只买奇瑞 QQ， 哈哈哈。这台车他问我后排能躺平一个人吗？来，给大家变一下魔术来，给大家变一下魔术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有一个拉绳的吧，有一个拉绳，把这个拉绳放平，然后呢，把咱们这个座椅一扣。放平，放平是完全可以放个人的啊，是完全可以躺个人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可以完全躺个人的，我给大家试一下啊，我给大家试一下。没有点关注咱把关注点点啊，没有点赞念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。是不是完全可以躺平？你就可以啊，对，你看完全可以躺平，你就可以买一个抱枕，哎，买一个抱枕，你就没事了，你就在这儿，哎，你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躺一会儿，是吧？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这就是咱们的一个魔术空间，宝贝，这就是咱们的一个魔术空间，一点不拔瞎。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边，我后边这个座椅我没有往它撂平，我没有把它撂平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个座椅的话呢，它就是正常的状态。如果说你想休息，哎，你完全可以把旁边这两个撂平，完全不影响大家啊，完全不影响大家。好好好，有今天是站起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只是前段时间不发挥而已，咱前段时间咱跟福伯咱都是猫着的，因为这个号啊，哎，不懂的都懂啊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懂的都懂，好吧。欢迎大家啊，想要了解我们这台车的啊，想要了解我们这台车的打在屏幕上就可以了啊，空间太小，你再给我说这空间啊，车宽2006，车宽不是车宽2006，它的轴距高达2.8米，家人，就这大空间你想咋啊？我就问你，就这大空间，就这大空间你想咋吧，你告诉我来，你想咋？这空间保守一个人，俩人不够用，俩人不够用吗？俩人啊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脚可以蹬到车顶吗？能是能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吧，家人，能是能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啊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能装上一头牛吗？你闲没事拉牛去哪儿啊？拉那个闷闷去哪儿啊，家人？啊，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隔壁老王媳妇太胖了，我换他们。你非给隔壁老王媳妇，你换个老李媳妇、老刘媳妇不行吗？你还老李、老王媳妇呢？丫都胖了，你还喜欢人家？你真是的，家人啊，你真是的，欢迎大家尝尝尝尝，好好，你个狗啊，你个狗，你个狗，来，没有点关注的咱把关注点上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啊，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，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，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了，宝贝，好不好？大家只要是点了我直播间下方的风车了，我就给大家送一份礼物，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地址发给主播啊，主播给大家送礼物了，好不好啊？主播给大家送礼物了啊，给大家送的礼物呢，就是说是咱们车上用的车载的香薰啊，充电器啊，手机支架啊之类的啊，手机支架的啊。隔壁王叔，我刚进来找我啥事儿？王叔，他说要带着你媳妇一起在这个车里边。他说你媳妇太胖，他说你媳妇太胖，然后他跟你媳妇在车上边，就是说不行啊，就没别没事啊，别没事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42码的脚，你胡咧咧，截图现在什么折扣？旧车置换抵40000，宝贝。旧车置换抵40000，如果说您要是走咱们厂厂家家的一个政策的话，咱们有特
特价新车的政策，直接也是抵四万，宝贝。就我现在坐的这台车啊，宝贝，16.99万的原价，现在12.99万给你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只要你想买车啊，您就来找我就行了啊。只要你想买车，您就找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，宝贝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。没有点赞，点赞。可能开的这个车是那个什么，你过来，来，让我扇你一巴掌，来，让我扇你那个小嘴一巴掌，来。一天天不说正经话，一天天就是不说正经话，还够着睡了吗？没有，宝贝。16.99是裸车价，是这个厂家的指导价格。12.99就是优惠4万块钱，12.99也是一个厂家的指导价格。然后你再加上10000多的一个保险，不是10000多的一个购置税，2000-3000的一个保险，差不多了啊，就差不多了，好吧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了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购置税啊，邢台店，对，咱们是邢台蓝驰捷龙啊，宝贝，来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，或者是点头像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演示一下啊！哎，甩了他！点击头像啊，点进来头像，然后呢再点一下，我们这边是有地址的啊，宝贝，我们这边是有地址的啊，你看啊，联系我们地址，咱们这儿都有啊。妈，服了，费劲啊！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这个车有混动吗？有，有混动啊，有混动。保险说错了，宝贝啊！保险说错了，是购置税10000多啊，购置税10000多啊！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车型的话，可以打在屏幕上。哎呦，哇塞，在里边训练我真是透蒙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没有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点啊！傻了不回答，说啥呀？服务费7000，哪有那么高啊？咱就是上牌可能有一个保险，不是有一个什么啊？没有点关注，咱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20000卖嘛？车里边味道是不是大？嗯，塑料味儿，家人有一股塑料味儿，你都给他们扔了，你说能行吧？嗯，他们不能骂我吧？这，我得注意我自己的安全呀！我等会儿下班都给他们死了。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。是不是胖臭的味儿？不是啊，是这个塑料袋子的味儿。哎呀，可冲了，咱不要它了啊！咱不要它了，都下播全给它撕了。行，主播是家是哪儿的？蓝驰捷龙的宝贝，蓝驰捷龙的、啊、宝贝，咱们是蓝驰捷龙的，就是河北省邢台市蓝驰汽车物流园区。然后呢，你直接搜索蓝驰捷龙就可以了，宝贝。你点我们头像。点击我们头像，我们头像上面有地址有电话，宝贝，你可以联系我们的，或者是点击咱们直播间下方的风车，然后让我联系大家啊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蓝驰在哪里？哈，想要知道蓝驰在哪里了，来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留言啊，留言就可以了啊，留言。8AT 顶配活动完下来多少钱啊？8AT 顶配184900的一个价格。如果说您有旧车来置换的话，我给大家最少最少置换补贴两个数，家人，两个数，1.5啊，15000是基本的，就是无论您的车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我都能给你抵15000，剩下这个数需要大家点咱直播间下方右下角有一个四色旋转小风车，点进去去留言，我就再能给大家优惠这么多，最少两个数，宝贝啊，最少两个数，好不好？您的车况越好，我们抵的越多。OK， 邢台的，邢台，邯郸也有。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点赞。自行车能抵吗？哎呀，我不问了，不跟我问了哦，生气了哦。你好歹不歹，你给我整一个摩托车行吧？你给我整一个摩托车，咱就能给你抵，行不行呀、啊，哥哥？别整那个自行车了，自行车蹬着怪累的。啊，怪累的，啊，沙河还是南河的？之前在哪儿卖车直播了？摩托能抵吗？能抵，啊，到门口了。你不进来，你是那个小汪汪啊！你不是进来，你是这个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手势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小时候说这个手势是王八、乌龟，看着像吗？不像，不像。就是你要是不进来，你就是那小王八啊。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。我的5年保值，要么你是个摩托车，
要么你是一个四个轮的机动车，非营运车辆，有绿本的，你就给我就行了。新能源车型也行啊，宝贝，别在那生气了，不是，别让我生气了，生气不好。就是啊，进一步，宫颈癌；退一步，乳腺增生，这都不好的啊，家人们，这都不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我25年的卡呀，能换吗？哎呀，我提死你吗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。这是卖车的吗？那不是卖车的还能咋啊？咱不是就是咱直播间400-500个人，那咱直播间这个手这么怎么停了呢？宝贝们，我看你们手都在干嘛？来，告诉我来，手都在干嘛？手不点赞都在干嘛？来，我问问，啊，我问问。手不在干，我，哎呦，真是服了！我小孩有一学步车，8个轮的，这个肯定能顶吧？你我水下来，我不跟你直播了，我生气了，我白行了，真服了！哎呦喂，真服了！没有点关注，咱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关注，没有点赞，点点赞，家人们啊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在哦，哎，好。哎，好好好，都没空，行行行，好好好，不播了，不播了。你要睡觉了？啊，睡也不睡，播吧，不播了。呦呦呦呦呦，呦呦呦呦呦，不播了，睡也不睡，播吧。睡也不睡，播吧。师兄从后面拍，我就是第二个彬彬。狗东西啊，现在坏得很啊！狗东西现在坏得很啊！我发现你们现在真的是特别坏啊，真的特别坏。咋不卖奥迪了？嗯，对，过去式了啊，宝贝。过去式了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咱把关注点上啊，宝贝们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咱们这边是蓝池捷龙体验店，宝贝，想要了解什么车型的话，咱就是说可以把直播间的这个价格呀，就是说您想要了解什么价格，或者您想要了解什么配置，可以告诉主播的啊，咱们这边可以给大家聊一聊，沟通一下，对不对？沟通一下啊，这个年代没有个车可不行啊。蝴蝶送送，给，我没看、啊、给你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，没有点关注咱把关注点上啊，宝贝，没有点赞点赞，你呼呼咧咧，他没有黄啊，我也没有黄，你别再呼咧咧了啊，买汽车找杰，呸，买汽车来蓝池，来蓝池找杰龙，杰龙去杰龙体验店啊，宝贝，杰龙体验店，这是不收费能看的吗？点个心吧，家人啊，点个爱心吧，好吧，欢迎大家啊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主播每天中午12点，宝贝，主播每天中午12点，下午4点啊，中午12点，下午4点都会跟大家直播了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大家就是说没有，就是可能没有工作啦，或者是到现在没有事的话，可以过来捧捧场，好不好，家人们啊？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，买车可以领鸡蛋吗？来，乖面子，领什么鸡蛋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。我就要这辆多少钱？16.99万的价格，现在只降4万，12.99万可以开回家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的话，打在咱们直播间下方的一个四色旋转小风车啊！咱直播间下方的四色旋转小风车，留下您的11位小数字，我把车给你留下。好不好，家人们啊，我把车给你留下啊！没有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点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还是贵了。白给你吧，那白给的东西能有好东西吧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我去开主播不能下车啊！那是另外的价格，家人啊，那是另外的价格，买一还能送一呢，啊，买一还能送一呢！没有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点啊吧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动弹动弹，动弹动弹，送。So, 要求还挺高啊，要求还挺高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那你重新报。昨天我在龙岗大街刚刚试驾旅行者，啥呀，吓我一跳。为什么要在龙岗大街试驾呢？为什么不能来找我做试乘试驾呢？请问我们这儿差哪儿了？龙岗大街那儿有这么漂亮的女主播吗？
龙岗大街那有这么漂亮的女主播没有？我就告诉你，是不是没有？来找我买车吧，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这个月还没有开单呢啊！来找我买车吧，行不行啊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不想看你了，想看摄影师。你是真贱呀！你是真是有点毛病啊，家人，咱该说不说的啊。欢迎大家啊！我前天我也是在龙岗大街试驾的，我找你吧，哪里来？找我买车的家人们，找我买车的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来，直播间下方的风车来找我，宝贝，来找我好不好？我给大家安排一条龙服务，试乘试驾，给您算价格，给您报优惠，好不好，宝贝？都可以给大家聊啊，我们这台车卖多少钱，多少钱能卖给您，给您的优惠是多少，给您送什么订车礼，我这边都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的。大家如果说买车的话呢，一定要来到蓝池，好不好？蓝池啊，河北省邢台市蓝池汽车物流园区找主播银英子买车，好不好？找主播银英子买车啊。影子房间这么多人了，嗨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不好好播，我要好好播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我这小脑瓜聪明的很，家人啊，聪明的很，是金子，在哪儿都会发亮的啊，宝贝，就是二姑发工资，烦死了。怎么加啊？简单简单，来简单，您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，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是您的微叉，我联系您啊，我下了直播联系您，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嘛，在直播我不能联系您啊，我下了直播就联系您啊，已加您的小，谢谢家人啊，换一个摄影师把你换过来吧，你来你来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啊，能顶到咱这样吧，家人，咱等一点下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顶一下好不好，一点下直播给大家放福利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咱把赞赞点到一万，咱把赞赞点到一万，一点下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放一波福利，懂的都懂啊，家人们，懂的都懂好不好，懂的都懂啊，懂的都懂好不好，没有点关注的咱把关注点点，没有点赞点赞好吧，让摄影师播吧，你没摄影师声音好听，这个配置是穿越 Pro 版本啊，穿越 Pro 版本，这个配置169,900 2.0T 的一个中配车型，宝贝，搭载七速湿式双离合，现在买这台车只降4万块钱，只降4万块钱，12万9千9，宝贝，好吧，12万9千9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姐姐今年50几，姐姐今年刚好50，1974年生人，好不好啊？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这破老嗓子，我是嫩斌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，这车能不能，这车能不能拉？你闲没事你拉呀，别人媳妇干啥呀，人家都有媳妇，你都不反思一下自己为啥没有啊？你想拉别人媳妇的时候，人家还想拉你媳妇呢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宝贝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别人的才香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这车能不能拉主播，这是路虎卫士吗，家人，这是卫士的亲兄弟孪兄弟啊，家人们，孪生兄弟，这台车是截图的旅行者，它的外观和咱们卫士非常非常像，非常雄厚的，非常敦厚的一个前脸设计，好吧，而且还是侧开门，来给大家拉远镜头看一下人，侧开门的一个后备箱啊，宝贝，侧开门的一个电吸尾门的后备箱，宝贝啊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嗯，拉吧，100多斤谁拉谁费油，哎，对了，100来斤谁拉谁费油啊，咱可不说那话，咱可不说那话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都可以换的，宝贝，轮胎可以的啊，备胎可以的，宝贝，备胎可以的，嗯，咱们这台车的话，如果说你不改改换换的话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宝贝，整一整非常帅，宝贝，真的相信我，您可以来到我们店里面做一个试乘试驾的，宝贝啊，您可以来我们店里面做一个试乘试驾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咱把关注点上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车型都可以的啊，宝贝，都可以的，95年的猪蹲一个真心来我这干啥来了，眼瞅着这是直播卖车呢，来我这儿相亲来了啊，给我那个资金了吗，
车上有味儿吗？没有啊，有味儿，塑料味儿，塑料布的味儿，就是塑料膜的味儿啊。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看一下截图七四零，哪有七四零啊？哪有七四零啊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想要了解什么车型，可以打在屏幕上的啊，宝们可以打在屏幕上的。中控多大屏？中控 15.6 英寸中控大屏啊， 15.6 英寸中控大屏。这个中控屏的话呢，它是搭载高通骁龙智能，高通骁龙8155智能芯片，宝贝，8155智能芯片就是手机什么芯片，它什么芯片，好吧？好吧，宝贝啊，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，是四驱的吗？对，是四驱的啊。昨天去了你没在，真的假的？昨天我确实休息了啊，宝，昨天我确实休息了。啥时候下班？小孩饿了都哭了，让他别哭了，烦人。芯片抠下来看看，你买车我给你抠下来，好不好？备胎也没有壳子嘛。这个壳子的话呢，它是分配置，这个169,900的是没有壳子的配置的，好吧？169,900的是没有壳子的配置的，它有壳子的配置和这个没有壳子的配置它是不一样的，价格是不一样的，宝贝。当然你也可以单独买一个，你也可以给它换成这个有壳子的啊，宝。你说的是方盒子的书包啊，方盒子书包啊，没有壳子的不要，没有壳子的不要，买换车。咱换一个配置行不行，宝贝？咱换一个配置啊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欢迎宝宝们啊！没有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上；没有点赞，点赞。咱们这边不是方书包吗？方书包和轮胎它是两个配置，宝贝，两个配置啊！方盒子是方盒子的这个配置，就是它，比如说方盒子是174,900，那这个就是169,900，懂吧？就是它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宝，价格是不一样的啊！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。路上跑的都是方书包的，你可以买方书包的这个配置啊，宝，可以买方书包的配置啊。什么时候上才艺呀？一点整，咱们把赞点到10,000啊！一点整的时候给大家放福利啊！搞反了吧，搞反了吧？大概就这么个意思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方盒子是方盒子的价格，备胎是备胎的价格，它这两个价格不一样，宝。这两个价格不一样啊！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。174,900是带轮胎的，169,900是带方盒子的，是不是啊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我是22年的奔驰 GLC 300，好的可以啊，家人，好的可以啊，咱们可以走一个置置换换的活动啊，宝，您的车况越好，咱们给的越多，咱们可以只走少手小续。好不好？不一定非得让您把车卖给我，懂这个意思来扣个一啊！有没有方程豹？没有方程豹，想买方程豹去找坦克，好不好？想买方程豹的朋友们去找坦克，去坦克直播间看看啊！置换能退我点，去一边去，去一边去！哎，走，你别说那话啊！想了解置换的来，咱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。旅行者有2.0T 的吗？这台车，宝贝。这台车就是旅行者 2.0T 四驱的 2.0T 智能四驱，169,900现在直降4万块钱，129,900让你可以得到这台车，您加个购置税，加个保险，直接开回家就行了，耍帅玩越野就完全没有问题，搭载7速湿式双离合啊，宝，搭载7速湿式双离合，好吧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。我的老难能换截图吗？换不起，家人，我们要不起啊！对尖要不起，大王小王要不起啊！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用的哪个四驱啊？智能四驱，宝贝，首付多少？首付可以这个，可以这个，可以1成，可以2成。可以3成，您想怎么买咱就怎么买，来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去留言吧，去留言，我给您详细的联系一下啊，我给你详细的联系一下，来源准备下播来，你站那儿吧，你站那儿，你站那儿来啊，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，点赞，给大家展示什么才艺，我想想什么才艺，说什么才艺能你弄好了是不是啊，来说点啥呀，你成天说点这个话不太好了啊，不太好了，家人啊，不太好了，能不能换个位置呀，反光，你把赞给我点到3000，把赞点到3000，我都说了让大家帮我点点赞，谁也不帮我点赞我就动不了地儿，今天我就是不动地儿，怎么的啊，什么路虎卫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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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在说什么呀，
你是非洲银吗？我不是非洲银，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银。中国银，亚洲银。我想点小心嗨心，点随便啊，随便啊，点到哪儿都行啊，点3000个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他不是你一直他一直叫唤啥了呀？他原来在咱原来在这儿这样坐着，他也不叫唤啊？没电的事吧？亏电了。嗯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没有点关注点点的关注，他是山顶洞人。没屁割了嗓子了又在这儿啊！没屁割了嗓子了又在这儿，山顶洞人了又成。啊，脚丫子比我的都黑，没洗吗？没洗。你过来洗洗吧，烦人，真烦人啊！看车呢，看车呢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咱们主要是看车，咱们把这个关注点在车上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关注点在车上啊！我来呛主播，你有病吧？来把这个孙大母猴给我整了，孙大母猴我必须给你禁言啊！我自己弄，我这儿有，嗯，管理禁言，哎，必须必的给他禁言，什么玩意儿啊啊！来我这儿说点这个瞎话干啥呀，有病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点毛病啊？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。咱没有上灯牌的再上个灯牌，哎，福袋不能发了，没了。那我试试。你糊涂啊，我那是34级的大哥刷过华子的，给我刷了吗？没有给我刷过的，一律按零级算啊。没有点关注咱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来了来了就行了吧。对，直播间左上角的小风车啊，你好好表现就跟你说好好好，11级的大哥比34级的大哥还要厉害呢，是这意思吧啊家人，是这意思吧。小风车里边，对，小风车里边所有的礼品都在小风车里边啊，点一点小风车，主播给大家送礼物了，像咱们的车载的挂件啊、香薰啊，包括咱们手机充电器啊，包括咱们的无线的蓝牙耳机啊，或者是这个运动手环啊，咱们都有啊，宝，咱们都有，好吧？没有点关注，咱们把点关注点点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家人们，咱把赞赞点点，好吧？咱给大家看一下，哎呦，欢迎红蓝啊，欢迎大家。脚丫子说得了破了得什么吃饭没？没有吃饭呢啊，没有吃饭呢。早起睡醒了就来直播了啊，宝，睡醒了就来直播了，没有吃饭呢啊。你那脚丫子臭呗？让你关注车呢啊？问人家脚丫子臭不臭？多冒昧呀啊，多冒昧呀，不太礼貌了啊，宝，不太礼貌了。你看看你这啥样，我这啥样？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快坐好。坐的板板又铮铮，行吧？坐的板板又铮铮啊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行了，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车的啊，前排的空间刚才给大家看过了，再给大家看一遍，好不好？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，这边叫什么呀？它是一个叫什么截图的 logo 啊？这个截图 logo 是可以亮的啊，宝，截图 logo 是可以亮的。还有就是什么呀？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座椅啊，家人可以看到啊，我是一个小女生，我的手轻轻一按，座椅非常软，宝贝，而且还是一个打孔的座椅啊，打孔的座椅是有座椅通风的，宝贝。8项的一个自动的调节，宝贝，8项座椅电动调节。还有就是说咱们这边啊，咱们这边的这个，咱们这边的这个刹车呀，包括咱们的油门啊，都是非常轻的啊，家人们，大家都是非常轻的，大家也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包括咱们这台车啊，咱们这台车的话呢，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什么价格啊？139,900到184,9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，1.5T 两驱，2.0T 四驱，咱们都有车，宝贝啊，咱们都有车，好吧？那我们这台车的话呢，啊，主播多高呀、啊？主播净身高1.6米，哦，不是1米多一点点啊。那我们这台车的话呢，还有这个水晶挡杆，水晶挡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特别的豪华，有感觉啊，宝，有感觉啊，有感觉。中间有扶手吗？有啊，这不是扶手吗？但这个扶手的话呢，是每一台 SUV 啊，每一台越野车都有的扶手，大家不用多想，好不好？不用多想啊。6+1种驾驶模式啊，6+1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，宝贝。这台车的话呢，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很合适了，宝贝，很合适了。现在这台车啊，这台车它的价格16万9,900，现在直降4万块钱，12万9,900加个购置税，加个保险。
险，直接把车提回家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想要了解这台车 2.0T 四驱的最终的落地价格的话，点击咱们直播间右下角的一个四色旋转小风车，好不好？我去后排给大家看我们后排的一个魔术空间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咱们一起去啊！这车油门不好踩，怎么能不好踩呢？这车油门很轻的啊，家人们，这车油门轻轻一点。这车油门轻轻一点，很轻的啊，家人们，很轻的。你不懂，你别说话啊！你不懂，你就别说话。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。没有点赞，点赞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后排的一个空间啊，宝贝。我们后排的空间的话呢，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啊，我们后排是一个魔术空间，宝贝。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魔术的空间呢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正常的座椅它是在这边的，宝贝，正常的座椅它是这样坐着的，对不对？它是这样坐着的。那我们这边的座椅，你看它是可以放平的，宝贝，它放的多平啊，是不是，家人啊？一二三，嘿，它是可以放平的。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放平的样子啊，家人们，这个就是没有放平的样子。没有放平的话，它就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一个后排座椅的一个空间，一个大小。当然了，这个座椅依旧是啊，这个座椅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依旧是非常的厚实的啊，依旧是非常的厚实的。包括咱们这边打孔的座椅啊，打孔的座椅咱们这边都是有的，宝贝，咱们打孔座椅都是有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身高的话一米多一点点啊，一米多一点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腿部空间啊，宝贝，我的腿部空间，对不对？一拳两拳三拳四拳有余啊，宝贝，四拳有余。包括咱们这边啊，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存在，咱们后排的空间。因为整车的话，它车长4785了，车宽2006，车的轴距高达2.8米，宝贝，车高1880，看我的头顶啊，很富足的，宝贝，很富足的，好吧？这是我们后排的一个空间啊，这是我们后排的空间。那么我们后排除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以外，我们整个后排的一个座椅啊，我们整个后排的一个座椅是可以完全放平的，就像刚才这样的一样，刚才咱们刚开始看到的一样啊，宝贝。我如果说咱们大家出门了，去旅游跑长途，在车上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充足的休息是不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安全驾驶，不能疲劳驾驶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因为咱们比如说，哎，就比如说没事了，咱们就躺这儿睡觉，那肯定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边座椅比较窄嘛，是不是？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，宝贝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把整个后排的空间放大，怎么放大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怎么放大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？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拉绳，哎，把这个座椅抬起来，宝贝，把这个座椅抬起来，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座椅哎吊平放倒，看到了吗，家人们？这是一个纯平的空间，纯平的空间。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它相当于我们整个后排比这个后排的座椅还要宽敞，还要宽阔啊，家人们？所以说，大家想要了解我们这台车啊，想要了解我们这台车它的具体的成交价格，它的具体的成交价格的朋友们，是不是？咱们都可以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啊，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去留言啊，宝贝，去留言，留下您的11位小数字就可以了啊，宝贝，留下您的11位小数字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没有点关注的，咱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躺下看看空间啊。蝴蝶飞了，留下了桃心，留下了这小爱心啊，家人们，这小爱心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。像这个空间大小的话，它躺下是肯定能够用的啊，宝，肯定是可以够用的，知道吧？肯定能够用。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。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车型，可以打在屏幕上。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台是我们的截图旅行者，来，原后备箱打开吧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。没有电了。没有电，打不开了。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拿钥匙。是不是得打火啊？我试一下。还能打着火吗？那么强，钥匙在啊。钥匙在车机盖上呢。哎，我是再试一下，好吧，就是没有电，它打不开。打火试试啊。嗯。好吧，不行，打火也打不了。
那下午还得让他们过来搭个电。嗯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。嗯，打不开了，那买回去打不开吗？不是的，这台车是因为我们经常用来直播嘛。这台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台车是因为我们经常用来直播，所以说开着门啊，或者放着电呀、啊，它就会容易没有电。但是你们日常出去开的话，你们日常开这台车的话，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啊，宝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给大家主要是说，想着说，就是我们这台车它的一个魔术空间，就是除了这个魔术空间以外呢，我们这个头顶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头顶的空间啊，是头顶的这个天窗是一个64英寸的全景天窗，它不是天幕，它是可以打开的，宝贝啊，它是可以打开的。然后呢，我头顶的这个64英寸全景天窗的话呢，它在静态的状态下600斤，300公斤的一个承载能力。如果说它在正常的行驶当中，300斤的一个承载能力啊，家人们没有一点问题。如果说哎，您在考虑这台车，您可以听一听我说的这些的真实数据，宝贝，好不好，宝贝啊？没有点关注，咱把关注点上啊！没有点赞，念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咱们身后的这台车啊，刚才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这边的价格问题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价格问题以及我们这边的优惠问题啊，都给大家说到了，对不对？都给大家说到了。那大家如果说哎，想要了解咱们这台车啊，想要了解咱们这台车，哎，具体这台车你还能优惠吗？或者是这台车你能优惠多少啊？你能不能包牌包税包保险啊？对不对？没有问题，您都可以来找我，点击咱们直播间下方的一个四色的旋转小风车就 OK 了，宝贝。直播间右下角有一个四色旋转的小风车，点进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主播下了直播跟大家联系，跟大家沟通，好不好，宝贝啊？好不好，宝贝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地址在哪儿啊？地址的话呢，我们是在，这叫哪儿？蓝池物流园。对对对，蓝池啊，这叫蓝池物流园啊，宝贝，我们是在蓝池汽车物流园这边，蓝池汽车物流园这边啊，宝贝，就是行舟大道和文苑路这一块啊，蓝池汽车物流园，您直接搜索蓝池捷龙就可以了。或者是家人告诉您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，就是说您点击咱直播间下方的风车去留言，然后我这边的话呢，给您报一个准确的位置，直接导航到店啊，直接导航到店。腿部空间非常足啊，家人们，腿部空间非常足的，家人刚才给大家看过了，是不是？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啊，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啊，宝贝，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我这怎么又卡了，老卡呀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把座椅放平的一个架，一个座椅啊，把座椅放平的一个状态。如果说正常的情况下，它是在这边的啊。如果说正常的情况下，它是这样的。它是一个正常的座椅的，宝贝，它是一个正常的座椅，知道吧？它是一个正常的座椅，知道吧？开这个车影响脚臭吗？嗯，它为什么会影响脚臭吗？为什么呀，家人？啊，为什么呀？你手机不行，我这里不卡。嗯，对，我手机确实是不行啊。那换能换个地方吗？背光换不了啊，宝，换不太了啊，宝。那让摄影师从这边往这边拍行不行？那边肯定不背光的。这样还背光吗，家人？我看看，不背了。这边就不背光了哈。啊，你们倒是挺能找这个角度的哈，你们这个找的角度比主播找的角度还好呢。行行行，好好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没有点关注咱们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念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啊。咱们这边是蓝池捷龙体验店，宝贝啊，蓝池捷龙体验店。想要了解我们蓝池想要来了解我们截图汽车卖的都是什么车型的话，朋友们啊，你们都可以打在咱们屏幕上，因为我们截图汽车全系都是 SUV， 宝贝，咱们截图汽车啊全系都是 SUV。 SUV 的话我们有5个座的，有7个座的，1.5T 1.6T 2.0T 我们都有车，包括手动挡啊自动挡咱们都有车。想要了解哪一款车啊，您就告诉主播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您就告诉主播就 OK 了。主播这边的话呢，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这台车这个价格可不可以啊，管理在不在，请把主播插出去，我们要买车。好样的，家人啊，有这个觉悟真的是
非常棒啊，有这个觉悟大家是非常棒非常棒啊，把我就是说插出去挺好啊，把我插出去挺好啊，没有点关注咱们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，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车型，为什么我买的截图是 1.4T 的冒牌的吧家人啊，截图没有 1.4T 的啊，截图的话它哪个车型它都没有 1.4T 的，它最小的排量也是 1.5T 1.6T 和 2.0T 这三个动力，没有 1.4T 的啊，宝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啊，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呀，宝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，你给我说来你在哪买的呀，啊你在哪买的呀，让我去给你研究研究这个事儿来啊，为什都是想看人呢，嗨看人的来，看人的来都出去，看车的留下，是不是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，没有点关注咱把关注点上啊，没有点赞念赞，咱们这边是蓝驰捷龙体验店，亲爱的蓝驰捷龙，大家直接买捷途汽车啊，买捷途汽车直接到蓝驰捷龙就 OK 了，咱们这边的话呢给大家报的价格绝对是这个价格啊，绝对让大家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不好啊，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，叉九零手动挡不就是一点四 T 的吗？真嘟假嘟？姐，那想看看翘二郎腿吧？你把赞给我点到3000来，把赞给我点到3000来。你从我开播你就一直在给我提要求，但是你就是不给我点赞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，把赞给我点到3000，我不管是不是你点的，点到3000来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捷途的直播间，后排空间小不小啊家人不小啊，你看首先我在这儿坐着，你看我这边的腿，包括你看我这边坐到这边，这边的话你看我这边腿部空间，一二三，三拳四拳有余啊宝贝，四拳有，我这没有坐好，我要坐好的情况下就是我的腰和后排的这个靠背是贴着的，一二三四，四排的四个拳头啊，四个拳头的一个空间，家人们啊，四个拳头的一个空间，宝贝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它的空间大小很大的啊，家人们很大的，好吧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我二百斤感觉后排空间太小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你二百斤你怎么做，来家人，二百斤你怎么做，看好了啊，你这么做，家人，你把整个后排空间撂平，你把整个后排空间撂平啊，家人们，你把整个后排空间撂平，你买个垫子，家人，你买个垫子，你才多高啊，我多高，我净身高1.65米，穿上高跟鞋的话1.75米，然后我的腿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，家人啊，我的腿部空间，说实话啊家人，我说句话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，一般1.75米、1.75米、1.78米的男的，他跟我比腿长，基本上俺俩是一样的。嗯，你们不信，你们就过来比一比，因为我的腿比较长，我的上半身比较短，好吗？啊，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，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1.6米吹，咱都姓，就是咱咋说呀啊，圆周率。咱俩都姓袁，你怎么会不听我说话呢？啊，家人，你怎么会不听我说话呢？宝，是不是？你要相信我啊！你要相信我。没有点关注，咱点点关注啊！200斤的朋友，200斤不好做，好做的家人，200斤你直接把这个整体的后排空间撂平就可以了。你看我这是一个纯平的空间，200斤你直接就可以坐到后排，啊，没有问题。主副驾驶一人一个，完以后你坐后排空间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腿能不能伸直？我给大家伸一下，好吧？我把这我给大家伸一下，我怎么伸呢？我这样伸。那样伸。我给大家这样伸。可以的，是吧？可以的，家人们，你看我这边就是可以的，你知道吧？可以的，因为前排有这样的一个座椅，后排的话我坐到的是我们后排的一个叫什么后备箱的一个位置啊，后备箱的一个位置。就是如果说你200斤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啊，200斤的话是完全可以的，好吧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了，这叫什么？1.84米200斤，1.84米200斤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相信我。你来我们店做一个试乘试驾，你试试行不行？啊，咱别老是嘴上口嗨了，咱试试。我说他行他不一定行，你说他行他肯定行，好不好家人们？咱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来，宝贝，咱点点直播间下方的风车来，直播间啊，直播间下方的风车点进来，立即预约，点击授权，
好不好？两步操作，咱把这个事儿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店里边，咱可以走一个试乘试驾啊，宝，咱可以走一个试乘试驾，你可以哎实地的，你可以坐一坐，看一看我们车，信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可以坐一坐啊。坐一坐啊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啊。那我240斤啊，你要240斤了，你就是在忽悠我的，就意思就是说我这台车甭管我这台车到底能不能让你坐下，反正你就是不坐，你就在那忽悠我呢。好好好好，没有爱了是吧？我拿你们当家人，你们拿我当鞋垫子哦，好，明白了，家人啊，还得是截图啊，对，还得是截图。到了，到了，翘二郎腿，哎，我就不翘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啊，翘二郎腿啊，对腿不好，容易，不是，对翘二郎腿啊，对这个脊柱不好，脊柱容易弯，我就不翘。哎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拿支架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猜一下，家人们，是男的更懂男的还是女的更懂男的？你猜一下。没有点关注咱们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啊。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车型可以打在咱们屏幕上啊，宝，可以打在咱们屏幕上。为啥我这儿这个什么老卡呀，我这手机一会儿卡一下子，一会儿卡一下子，限速了。主播不讲信用，哎，我不讲信用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啊，我不讲信用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又窝车里边了。对，一会儿下播还有别的项目是吗？是啊，当然是有啊，男人才懂男人哦。那我的主播就是一个男孩啊，就是一个小男孩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才月初就限速，那咱不知道，反正是今天早起刚交了话费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，没有点关注咱把关注点点啊，家人们，没有点赞点赞，叫我换一个，我往后面坐一坐啊，是吧，家人们？大家想要了解我们这样的车型的啊，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屏幕上面告诉主播啊，对不对？我这边的话呢，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，是吧，家人们？咱们这边蓝驰啊，宝贝，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店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店，蓝驰汽车物流园这边，在行州大道这个特别大的汽车物流园，想要来找主播买车的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一定要点直播间右下角的四色旋转小风车啊，点进去去留言就可以了。我怎么老是刷着你啊？咱也不知道，后排有点窄，腿都打不直。空间太够用了，家人啊，空间太够用了。我现在突然怀疑你是在激我，就是我本来坐得好好的，你是在激我一下子，让我给你展示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空间大小。啊，我还是有点太单纯了啊，家人们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奇瑞截图的直播间啊。这是谁？不到这是谁呀、啊？他们都白看，我不白看，我给画小画啊。那个画是你给我画的呀，王小胖，是你画的吗？王小胖是学美术的啊，就是他给我画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